要卖掉啊？然后在了，看到吧？嗯，就在门口。啊？在门口。在门口。然后前面吗？前面有一个人吗？你没看到？看到，看到，看到了。不见了吗？这个了。嗯。门前有个人呢。翻过去。哎呀！哦、那么大的房子啊！啊，卢干啊，王秀啊，出去拍油了。我带了炮工。哎呦，他有一套，本来是要炮工。一套吧。没关系，做纪念吧。这个围墙你。你开哪个？开了就是啊。开了。哎呀，看着不得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哈哈哈哈哈！看看你的录像啊！哎呀，这么大哦！你看，哟，我在。你现在我要先问你，喝功夫茶呢，还是喝绿茶？你搞了这么，不能说随便。绿茶吧，绿茶，那解渴了。我就等你。你是从上海吧？上海带的。上海的呀，正好要走了嘛，一套。这个是马上可以泡，这个电话在那拖好了，有什么马上就要回来？就在上星期就回来了。我来四个星期，还有两个星期就回去，就回去了，不在这上班。要买这个东西就划不来了，你们喜欢对吧？这个没有买。不，我以为他不带着多带点。我们茶叶都到后面去。哎，您是同学，你们同学跟你妈，跟你同学跟站着的同学。都是同学。我太太在洗澡，在干嘛？啊，对对对。